你又在干嘛呢？那你说呢？我不知道啊。我也不知道啊。在玩是吧？没有玩啊。那在干嘛？在砍柴是吧？啊、嗯。你拿的这个刀不行啊。它那个容易掉啊，它不掉，这个用这个。不是这个刀太小了，要用那个重点的刀。不是，太小它也可以，就是它容易掉。不是，你看你这个一个这个这么细一个木头要砍这么久都砍不断，你用那一个重点的那个刀，几下就断了。慢点。哦哦，有有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蜗牛海米。到。啊，到到到到，来到到。啊，好好好好。我还没说好吧？好，那你说，说吧。你不是打完招呼了吗？我们今天要去大姑家哦。哦，今天我们要去大姑家。嗯，对，大姑家今天那边有一个那个庙会。庙会。对。庙会是啥意思？庙会是啥？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哦，唱大戏，对，你去看了就知道。到到到，好。嗯，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啊。好，嗯，好，走，孩子先上车。上哪一个？坐你的还是坐贝贝的？你那在那边的先。嘿。贝贝啊，那上上吧上吧。哦，嘿嘿，去去，嘿呀，快点，跳嘛。嘿嘿，不是你说给我拍吗？我拍了你不调吗？对。好了。跳。嘿。嘿嘿嘿，笑一个嘛！这笑的，哎呀！跳，快点！来了，嘿嘿！你说给我拍，那我拍了你不跳，我不拍了啊、哦！跳，赶紧跳！这咱俩不拍了，跳！现在我们刚到小姑，到大姑家哦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庙，去庙里面，对，去那边转一下，看一下热不热闹。因为那边就是路不好，也比较窄，所以我们骑这个我们家这个三轮车去。还有谁？还有小姑，还有韩子欣，韩子欣，韩子欣，你说哎，哎，我要去哪？你说去展会，展会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这个庙是吧？哦，来到庙这里，刚蜜去那个给了点钱，就等于那个布施一样。这个布施其实和你们老挝也有布施的，知道吧？就给那个和尚他们给饭啊，给吃的那些，这个也一样。一样。对，然后你看你给他们点吃的，他们给你点这个，就是让你平安。好嘞，我也给你绑一个。我不习惯，我不绑那个，我不相信这个。相信不相信也绑一下嘛，嗯、我不要，那你拿着给妈妈吧，或者你拿着给妈妈，我看韩子欣也有吗？有，哎呀，韩子欣也有，嗯，可以，有双链带这个吧？你看，好了，更多啊，这个是我们村的这个哦，这个奶奶她也过来了这边，哇，这是上了多少钱，给了这么多？嗯，因为哎，姑娘们给了多少钱，还给了这么些？一块钱给你十块钱，看，嗯，啥的看，好吃的，是的，不有五个菜呀，五块嘛，哦，好，先baby看一下，嗯，哎呀，你看多大也有，多大也有，有都有，你看，买韩子欣那个取下来拿回去给妈妈吧，给她不要往那个胳膊上绑了，不是，绑上袜子，大人贵的多，快往袜子，走吧，走，走，蜜，你看这里有没有你要的？这些都是做家里的那个又常用的一些东西。嗯，给我们买那个做那个什么凉皮。做凉皮那个是吧？那你就有呀、啊。那个什么罗罗。对啊，那里不是有吗？那就有罗罗啊。掉了。哎，这多钱？人还挺多的。今天第一次来看那个干庙会是吧？干庙会，干庙会，人挺多的，特别热闹的。卖东西的也挺多、哦。对，都是卖东西的。
看他有没有蒙山卖的。人特别多。啊，这些，你看到什么了？走啊！啊，在看什么？看啥？哇，就是赏吃去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吃了，大大给你买一个，是不是？哦，哈哈。烤面筋，烤香肠，烤香肠，块儿。你看，孟山西人特别爱吃凉皮，还有那个。哪里都比较受欢迎。进来，你看这么多，还有那个嘿嘿叫什么？可乐。可乐。可乐他们也特别爱吃，最爱吃，最多的是那个凉皮。我也饿了，你看到这大师傅一样又喝水了。等一下，我去姑姑家吃。好。害怕吗？怕不怕？怕不怕？哦，哭了哭了，吓哭了吓哭了。现在弟弟也来那个会场转一下，你看很巧，他们两个一人一个香肠，别人什么都没吃，他俩一人一个香肠，还能吃了。他们两个都能吃，一看就是，一看就是父子俩。你把你妮子抱上。这个凉皮他经常在我们街道买的。对，今天他们来这边，来这边会场碰到了。是的，要买点吗？要买点，看着有车，慢点慢点。他家这个凉皮特别好吃，特别爱吃他家的，特别爱吃啊。好，爱吃买点。嗯，要调料不？要调料。嗯这是我们街道经常在我们街道买，然后今天在这边也碰到了。对，瞧瞧，我多有点饿。哦，我这前脚前来路会去。瞧瞧，特别香。哦，就是，这味道可以。有些人都不知道，人家都问我说啥个味道咋香，我说我也不会说，你说啥子的这。啊、哦，吃一回都知道呀。哦，就是。嗯。行，好，你忙着一啊。好对，好。5块钱两份啊，可以吃两顿了都。特别划算啊！好，现在我们也在家逛了一下，逛了好累了，现在也送韩子欣过来了。送韩子欣过来了，韩子欣一直叫妈妈妈妈。刚刚好，我要洗澡。顺便能洗个澡，那好，那你去洗澡。好，视频也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。喜欢我，给我点点个关注啊，点赞，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那个视频也可以哦。拜拜啦！拜拜。来，再拜拜一下。拜拜。好。你做这么。